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来到朋友的中餐馆，过来吃饭。现在是晚上7点，这是门口停的车，过来吃饭的人还挺多。现在这个时间正是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，吃晚饭。大红灯笼高高挂。这对联一看就很喜庆啊，能照照出全家福，红烛摇摇摇摇来好消息，亲亲相亲添醉了中华儿女，一声声祝福送给你，万事如开饭了，开饭了，太棒非常好，非常好。